施工工地，有一种产品改变了传统的非公路运输设备应用观念，使企业的管理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，让设备采购方的盈利能力快速提升。在中国的设备制造行业，有一个企业，它产销连续六年蝉联中国非公路用车行业冠军，不仅创造了一个行业的奇迹，开创了一个新的设备盈利时代，更是展示了中国制造的实力。同力重工，同力重工，它以每一个用户的个性化需求为出发点，满足不同用户个性化需求是它产品开发的动力之源。满足用户的需求就是同力重工员工的责任。同力重工将产品作为给用户创造财富的工具，它始终坚信只有给用户创造更多利益，才是用户需求的好产品。同力重工坚持系统创新，实事求是，技术制胜，他不懈追求的是为用户提供全面解决方案。专心、专业，专注于非公路运输设备行业，占领行业技术制高点。2009年，同力重工建成了国内最专业化的非公路用车制造基地。产品制造的每一个细小环节都成为专业生产的见证。同力重工在集成了国内外百余家非公路用车零部件配套商的基础上，还在传动、行走、造型、测试等方面开展专项研究，形成了以研究院所为主的产学研合作方式，各方同心同力，聚集成为同力重工专业打造非公路用车产品的强大后盾。今天同力重工的非公路用车产品在高寒地区、高海拔地区、水电工程、露天铁矿、煤矿、有色金属矿山、水泥矿山、移山填海工程等工地，都彰显着其经济适用的风采。同样坡度，不一样的效率，同样效率，不一样的能耗，同样能耗，不一样的收益。TL840 系列非公路用车赚钱机器，技术成熟，性能稳定，购置成本低，运营效益高，投资回收快。TL850 系列非公路用车承载专家。
承载量比 TL840 系列产品提高25%的前提下，依然具有强劲动力，爬坡能力强，重在起步顺畅。TL860 系列非公路用车，效益之王。加大货箱容积，动力强劲，适应性更强。TL 系列运石车，巨石承载者。减少石料二次爆破的大型石料专用运输设备，在各种工程中大量使用，降低了工程施工难度，提高了作业效率和施工安全性。TL 系列运煤车，大容量转运王。场地低比重物料转运的专用设备，既以装载容积巨大、爬坡能力强而适用于各种煤矿、码头等工程。TL45S 洒水车，移动注水池。矿山专用洒水工程设备，注水容量大，洒水宽度、洒水密度、蓄洒里程等均处于行业前列。TL100Q 桥梁运输车，桥梁的桥。在公路、铁路、城际轻轨等桥梁架设运输的专用工程设备，装卸便利，通用性强，驾驶方便安全。TL19K 坑道车，坑道精灵，矿山井下专用设备，通过性好，功能齐全，动力性好，承载能力强，性价比高。在同力重工，每一位营销工程师都是用户的投资顾问。同力工法5-1养车模式、零距离金牌服务等解决方案，从工况调查、产品选型到运营管理、增值服务，使用户投资回收期缩短，收益率提高。在体制和机制上不断创新的同力重工，依靠流程化的组织机构，确保了公司健康高效运营，让用户感受到同力重工带给他们实实在在的效益。同力重工在全国的20余个配件中心库，数千万的配件存量，哪里有同力重工产品，哪里就有同力重工的服务，哪里有需要，哪里就有同力重工人的身影。随着同力重工产品走出国门，出口多个国家，同力重工作为非公路运输设备中国制造的代表，其品牌优势日益显现。同力重工正以振兴中国非公路矿用运输设备行业的雄姿，屹立于行业之巅。同力重工掌握核心技术，提成优势资源，开创了具有中国制造特色的经营模式。同力重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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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赢在过程，赢在产品，赢得未来。高，可以更高。远，可以更远。让我们携起手来，一起创造同力重工美好未来。做中国领先的工程运输方案和设备供应商。
同力重工。